The Philippine Hunan Chamber of Commerce held a National Day and Mid-Autumn Festival celebration and Hunan Philippines Business Exchange Conference. 菲律宾湖南商会举行迎国庆庆中秋暨湘非商贸交流晚会。 为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在菲湘侨的责任感和幸福感，总结菲律宾湖南商会在湖南与菲律宾的商务和文化交流活动。9月28号，菲律宾湖南商会在世纪海鲜酒家隆重举办了一场迎国庆、庆中秋暨湘非商务交流晚会。菲律宾湖商会暨湖南同乡会会长徐义阳致欢迎词，他说， 湖南与菲律宾在很多领域内有着进一步的合作空间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在现有农业科技、农机、小商品制造业等领域合作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加大在建筑装备产业、农业机械产品、小商品海外舱等方面的合作。随后，中国驻菲律宾使馆、杨国良公使协参赞，湖南省贸促会、湖南国际商会副会长胡强、 非华商联总会理事长施东方博士，非华各界联合会副主席郭从岳，菲律宾中国商会会长侯世炼，非华各界联合会名誉主席杨华红，五六干省省秘书长及班地市长，湖南省娄底市常务副市长谢学龙，湖南省少东市副市长龙文威等贵宾先后致辞。 最后，受徐义阳会长委托，菲律宾湖南商会暨湖南同乡会创会会长向希平致谢词。他向湘非两地政府领导、菲律宾友好社团出席晚会的嘉宾和全体同仁致以衷心的感谢。期间举行了签约仪式、交换礼品以及合影留念。 黄赛和李小星担任晚会司仪。 晚会文艺和游戏节目精彩纷呈，高潮迭起，获得参与活动的所有嘉宾热烈的掌声。非洲新闻台综合报道。